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套新的试卷啊。这套试卷呢是第25届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初级的部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的是这个일교시的第一个部分，也就是어휘및문법，这个词汇和语法部分了。它的题呢是从第1题到第30题的啊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都感觉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呢是关于这个语法部分的内容啊。我们看一下第1题，第一题的是보기啊。第一题前面它会有这个例子，这是个例子啊，보기是例子的意思。보기와같이그림을보고这个괄호에알맞은것을고르십시오啊，仿照这个例子，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单词就可以了。我们看这个보기的旁边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一个夸자对吧？啊，이것이무엇입니까？我们经常说的这是什么？이것이무엇입니까？哪说？夸자입니다，夸자입니다，这个是什么？夸자，零食的意思，饼干啊，这样东西叫夸자。我们看第一个呢，사과，사과是苹果啊。第三个呢，우유，牛奶。第四个呢，구두，皮鞋都不对，所以应该是这个是夸자，夸자입니다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题啊，第一题呢是这样子的。啊，이것이무엇입니까？跟刚才那个题一样，이것이무엇입니까？这是什么？那这是什么呢？우산啊，우산是一个汉字词，우산雨伞的意思，这是雨伞。우산입니다，雨伞。我们看第一个呢，거울镜子，镜子的意思，所以不正确。第三个，공책是本子，也是不正确的。지갑是钱包，也是不对的，所以应该是选择第二个우산입니다。我们来看第二题。第二题呢也是看这个图，他在做什么呢？在洗手，손을씻어요。我们看卡问了，이사람은지금뭐해요？이사람은지금뭐해요？这个人在做什么？손是手的意思啊。씻어요，씻다是表示这个洗的意思，洗手。我们看第一个，줘요，주다，给。第二个，타요，타다，